好不好？对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哪里尖叫声？我们往哪里走？哪里有尖叫声？双击大怒！新竹市跟新竹县的所有的乡亲朋友是最热情的，我看因为今天还带有很多的乡亲啊，我们这次就要跟他们问个好。有人本身是客家一个海北友，客家乡亲太嘎好，今年真的非常开心啊，去年有主持，今年还更厉害，是新竹市加上新竹县一起合办这个公益耶。